可乐公主可以给我煎个煎饼吗？可以啊，来，你刚才是用手可以给我煎个煎饼吗？我说狗头公主啊。公主请煎蛋，请煎饼。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在宁波吗？我特意从长沙来宁波看你的。这不是宁波，这是南宁。哦，南宁，记错了，太紧张了。这个花也是我从长沙带来的。谢谢，这是我喜欢的花。真的吗？这花是我弟包的。开花店的？不是，从长沙开车带过来的。王子殿下，今天吃什么酱？吃番茄、番茄沙拉都可以吗？可以，番茄和沙拉有隐藏酱。隐藏酱。对，有狗狗、猫猫、爱心、甜柿。我要狗狗了。好，这是我今天的第15只狗狗了。第15只狗狗吗？对，我每天都会计算我会卖出去多少只狗狗。这个手法是你自己学的吗？对呀、是不是很牛逼？很舒服。行云流水，谢谢哥哥。我这个每天卖15到20只狗狗，只有女孩子有的这个害羞狗狗为第一个，先送我的花花，是我老婆才有的害羞狗狗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那加什么？加这个酥肉的。小酥肉。对，小酥肉。我最加小酥肉的，酥肉不长片。好了。要给我拍照吗？可以。王子，谢谢你今天来陪我过南宁的最后一天，也谢谢你愿意来买我的煎饼。请不要忘记我吧，也不要被网上的言论影响，质疑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下次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